十分钟找他们绰绰有余。Let's go。这个，我该被羞辱一番。我再找人先打一顿。重点是谁把自己关得满身大汗？我觉得我一定是被弄了。周哥，我请了医疗人员，你要继续的战术。刚刚我找过了。躲妈妈开始。哇塞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 ，OK 的，现在就会了。切一个单轨，好，能拿架子就好。他们不能跑，好，我单轨，好，去，你们去躲。我觉得十分钟找他们绰绰有余，因为我对这些人的IQ 了解程度，他们是不会多聪明的，我很有信心。我觉得等一下第一个会被找到的，不是智宇，就是 Z。还有分钟。我们很简单，我觉得我们就是有逻辑性的去地毯式搜索，那郭哥的车一定会去碰。我刚刚其实有发现一个小小的地方，就厕所后面还有一条小小的通道，所以我猜那边有可能会有躲人。我现在问看看好了吗？看有没有回我。好了吗？对 ，Let's go。来喽。这个，你跟着我，你跟着我，然后你不要讲话。但是谢谢你，里面超热的。哎，跟着我，跟着我。快会醒哎。通常啊，会先选择郭哥的车的人，两个人，不是智宇就是 Z。哎，真假？糟了，糟了！重点是谁把自己关得满身大汗，他在自己汗哎。啊，第二个。刚刚，我也是在车。郭哥这台车有三温暖，是不是？哎，我洗个手，我手刚好脏啊。要休息的。我刚刚跟着你了嘞。哎，这里有一个人，哎，我把水洒呀，他自己出声。亚当，我刚才说的那个小通道就在这边的。好，没问题。哎，这里没有，居然。我该被羞辱一番。我跟你讲，游戏什么规则我不管了，我再找人先打一顿。不可能输上吧。然后就把这个蚱蜢抓到，放到袋子里面。居然会是他们两个最后，我以为他们两个第一个。还有两分钟，没有，不能下去啊！不能下去吗？不能下去啊！我们刚才说这一区而已啊，忘记规则，等一下手放在铁锅三分钟。哪里啊？再分钟！你这里已经找了多次了，还有20秒。天上。医生，看看，这个两个，我下来，我把镜挡住，我直接爆汗，我兄弟，要修嘞，那个竟然送电风扇给我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好笑，我早跟彭春说，你先下去，我看我打子弹，我躲在他后面。所以你已经失去戒心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以为真的有找过了。在那里，至于你从来没有在听游戏规则，哎，被打，洗手台那条线到后面，你再次超过洗手台了。啊！可是我一直有听到你们讲话，哎，走过来，然后你们过去那边，然后你们过去那边。你当鬼，我换你当鬼了。好。
新手台大家都知道，你不知道？没有，我是在下面。难怪你毽球都不知道怎么打。我在下面那边，下面可以吗？不能咩，就是这里咩，不是在讲传音嘞。我刚刚本来躲在那个车底下，然后他一想说车底下一定有人，那我赶快跑下去，然后走到一个好地方。下面不能咩，现在印象在把没找到进出的气出在自己身上，是不是超过了？好，我刚才来过来5人次，还玩躲猫猫，然后喝着热汤，蛮爽的。计时开始。我们刚刚一层而已，我觉得太好找了。然后我就说你们可以躲下面一层，但仅限下面一层。如果他们躲到超级下面，那就是犯规，像我刚刚一样。躲猫猫开始。我在想，他们有没有可能是全部人躲在一个地方？我觉得可能是下面的某间房间。哎，太扯了吧！真心也没有。哎，我已经找了很多了。剩三分钟，不会在上面吧？我们刚刚一层而已，我觉得太好找了。然后我就说你们可以躲下面一层，但仅限下面一层。如果他们躲到超级下面，那就是犯规，像我刚刚一样。我觉得我一定是被弄了，他们一定。走在一个超远的地方，他们怎么这么厉害啊？这里不可能啊！刚刚他找过了，喂，他不是说这两层吗？啊！哇！对，你再吼一次啊！时间到了。我觉得最早要找到一个，我觉得最早要找到一个。哇！哇！偏弱哎，偏弱哎。我跟伟才设计两道防线。如果你第一个抓到我，对不对？刚刚有把我们用墙把这个挡住。哇！所以你会在那边抓伟哲，我会在墙后面。哦，是哦。两道防线，你一道没派上用场，蛮厉害的。不要看外面，看里面。哦，好美啊！十分钟了。超烂的，我自己出来好了。我休息一下。哇，好久。好烂。好烂哦！还有一个，还有上来了，太扯了吧！我到底要讲多少才分钟太扯了吧！太扯了！你这个很久没穿衣服了呀！超像皮的哥，好长啊！我靠，原来最安全的地方，就是最危险的地方，还在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周哥。我醒了一两天，我躲猫猫脖子，你连能躲在坐在这边给你找，你都找不到，你要执行什么战术？是，你要什么战术可以执行的？啊，你连人都找不到，还有谁还没找到？没有，他们都自己出来了，都出来了，十分钟到，我们自己出来。我真的好烂啊！没想到输成这样，这要必须要惩罚了，这必须要惩罚了，这太夸张，这完全需要惩罚了。第一把，没有哎、欸，来，伟哲下袋，伟哲下袋，那提给我进啊，好不好？不会有水的，一只而已哦，很会找人嘛，哈哈哈哈哈，下一个。哦，最后一次，哇塞，还两只，哇，真的没有哎，用 K 啊，拱狼啊，拱狼怎么唱？
走来了啦！哇，他还没死、欸！教练，教练，追一追！好死掉！你鞋丑啊！哇！郭哥，郭哥，郭哥，郭哥！我靠，郭哥！我二选一啊，郭哥！哎，可是他流水哎！郭哥，郭哥！兄弟，兄弟！哇！好凉啊！超凉！哇！倒太多了！好冰啊！